我干嘛？还不快去找我六亲！我去找，我去找！快去找！别着急。这群畜生！那年重阳节，日本鬼子的飞机经过罗家岭。 伢子们，要记住，烧红了不弯腰，熏黑了身子还锋利，做人就要像只箭一样。长江还有脸，中国岂无人？ 伢子们，我不能在这儿等着挨仗，我要去找我的学生去。学堂烧光了，金老先生也走了。没想到，很快又来了大梁先生和小梁先生。 是新来的两位小先生，带学生不收学费，也不要食堂出谷子。对，二位先生贵姓？哦，都姓梁。前面那个叫大梁先生，离开了眼镜看不远，人家都叫他梁尺多远。后面那个叫小梁先生。哎，世风不正，难怪东洋人飞机要来下蛋。 当心你家孙女，一个女伢子也喊什么要自由，要自由。女人不管狠点会天下大乱。嗯，子孙不孝。 连累祖宗也倒霉。日本人的飞机不当不正，不左不右，偏偏把食堂大门楼炸塌掉一块。哎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气数。洪顺，你老婆的肚子是你自己下的肿还是吹的？你成亲才多久啊？ 不是人家带根的啊！哎，你和翠英这门亲事是我祠堂做的主，不要辱没祖宗。等祠堂修好，把傩神请出来，把傩戏唱起来。 去除邪恶，教育子孙。嗯，教育子孙。嗯。年事终成，恭敬老神，风调雨。
说到底是谁的？说呀。翠姨，告诉我，我还像以前那样对你好，我不怪你们，我们都是一个祠堂的，又不是外人吗？啊，我会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对待他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说呀，你给我说，你说，我说我今天得不饶你，你说，说，你说说，你说说，真不要脸的。好，你不说，你说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给我起来，说。你跟我说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跟我说，这孩子谁的？说！你说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说！好，你不说。那给我走，走，出去！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走，走，不要脸的！你叫我怎么活呀？走！家吧，我要看，我要看吧。红柳，听话，听爷爷话，咱们回家吧啊！这鬼戏不能看，看了会做噩梦的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给我走！红柳啊，这种鬼戏不能看，看了晚上要做噩梦的。哎呀，你会睡不着觉的，听爷爷话啊！就是吓人呐！起来，崔云杰，你再打崔云杰，我就喊人了。啊，红柳，红柳，走，
吧。走走走走，回去。飞云姐，你给我回去！大人的事，小娃子不要管。走走走走，给我回去。飞云姐，走，快点，给我争！哎呀，走，走。火神保佑啊！火神保佑，保佑！快拜啊！把它喝了，喝吧。这是什么？生活教育。对，生活就是课堂，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咱们再唱一遍锄头歌。手把锄头锄野草呀，锄起野草好长苗呀，咿呀嘿呀呼嘿，锄起野草好长苗呀呀呼嘿，咿呀嘿。洪亮，母亲也哭过要锄头呀，锄头底下有籽油呀，咿呀嘿呀呼嘿，锄头底下有籽油。有人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你一个人在想什么？那洪顺打翠英的事儿，你们管不管啊？我们是教书的，教你们识字，教你们懂道理。这种事儿嘛，我们不好管。你们平时说的好听，真有了事儿叫你们帮忙，你们就不肯管了。洪亮，你教我唱山歌，我就管。是真的？嗯，当然是真的。好。翠英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啊，翠英，回去吧。